这是什么呀？
踹呀！踹着动了。谁把出租车都这样了？你这也出租车啊？你踹！哎，我憋着腿呢。都怪你，非在这儿。这不广顺跟家休息呢。咱俩那个还得看广顺脸色，还得看他们家那赖皮狗脸色。这不首付马上凑齐了吗？哎，你别说这个，攒点劲来，你上我下好吧？啊？还来？你说什么呀？咱俩掉个儿，我才能伸个腿呢。来吧，攒劲吧。九星莲珠是千年一遇的奇观，世界各地都有关于九星莲珠的传说。对于广大天文爱好者来说，对于九星莲珠的观测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和天文观测站都已开始了天文观测的预定。几天以来，就连普通的望远镜的销量都已翻了几番。本台也要提醒大家。来，哎，大爷，三哥，嗯，不吃了，三哥。早上珠子也蒸的包子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包子指不定谁剩菜弄的馅呢，你得吃出毛病来。你看你混的样，跟我一样。哎，你这天天还有感情不好吃，你看你没的。哎，咱这不有证吗？法律保护我吃的蒸的包子。法律？你先把首付给人付了吧，你房子先买了，这才真的，你知道吗？要不你对起人家去。得嘞，车子、票子、房子是吧？哎，疯了疯了，攒吧。说说，你还得留神呢啊，你知道吧？得看点，别给俺跑了。得嘞。火车站去不去你？去。哎，你走不走啊？十块，三哥。我抱您上去。哎，不用。别动。哎，别动。我靠！哎，被拉黑圈了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站住！我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兄弟，慢点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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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怎么跑这儿了？看什么看？你要是个贼，就这动静，早让警察给抓起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叮叮当当的？没事儿，柱子。啊，没事。正打算给你们切瓜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那你答应给他点时间。时间？400多年还不够吗？总算盼到今天了，你不着急吗？你放开我！那你保证不能伤害他。好好，我不伤害他。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？你放开我！那好吧。你有你的办法，我也有我的办法。你看把他给殷勤的，啊，跟他们家那小赖皮狗似的，以为自己是个少年宫地理老师就怎么怎么着了，就高人一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最看不上这种人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要是洗澡，你一定要跟他洗，你到外边浴池洗去，省贼惦记，听着没有？这男人啊，吃醋的时候最可爱了啊！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现在哪还有浴池啊？都叫洗浴中心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别说洗一夏天，洗两次，你马桶钱没了。你就是把首付的钱全洗没了，也不许在家洗澡，你听着没有？耶，行吧，知道你疼我。大牛呗，除了他那主子以外，还有谁比他更讨厌？回回坏我好事儿。哈，吃瓜，吃啊你！再来一块啊！哎，你也再来两块。我不了，我也吃饱了。红木啊。我那个墙也砌好了，你往后每天推车过的时候，你小心点，别给我撞塌了啊！你看你这话说的跟我诚心的似的。你也帮广顺弄弄。哎，你看人桌子多通情达理。红啊，你当初是怎么把桌子骗到手的？什么叫骗呢？他那叫主动投怀送抱。广顺，我这么通情达理的，你就别老催房租了，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行啊，你跟老公说别老惹我，我就不催。有钱不欠账，你也别老脏心烂肺的打珠子坏主意，谁的面子你也甭看，
我是一家之主，我住你的房，我交你的钱，我谁也不欠。嘿，侯木，你属驴的你。我该死。哎，我有罪。哎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小姐，晚上有空吗？哎，想笑就别憋着了。他是房东，你跟他较什么劲啊？你说以后怎么处？再说了，多拖一个月就多一个月利息，你以为钱好挣啊？哎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，跟着我娘子受委屈了。就你那二两肉还英雄呢，我看你像个捡破烂的。哎，你说捡破烂的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儿捡一东西，等我拿给你看。等会儿啊，有本事你别住这儿啊！那前门楼子好，你怎么不住去啊？哎，停，别给我拿过来啊！都是土，拿过来我怎么睡觉啊？啊，好好好，我不拿过来，不过你总得看一眼吧。哎，别打开了，别打开了，什么呀，绿乎乎的，跟屎似的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扔出去，扔出去！对，他们使劲叫，他们吵死他。我这车走着走着，哎，那小矮子坐我后边是吧？一下他就没影了。那就是凑了我一下就没影了。而且我怎么老觉得他那东西他是诚心落我车上了？凭什么呀？哎，咱明天可以把那玩意儿卖卖试试，说不定下月房租咱就 OK 了。做梦吧你！你看那小矮子神神秘秘的，那玩意儿不会是古董吧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捡漏。你有这命吗？哎，我就挣条咸鱼，我也该翻身了。别扯了，先给我买床好被子啊。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嗯。你是说那电视老做广告那个吧？嗯。咱这凑首付呢，你老花那钱干嘛呀？货贵的。我喜欢。你的宝贝呢？那不你让我扔的吗？祥云缭绕，哎，你可能真没风。哎，有首付了，耶！哎，我们单位建刚你知道吧？啊，他一同学卖古董的。啊，明儿我让建刚给咱联系一下。侯木啊，这狗怎么老冲着你们家叫唤啊？哎，你干嘛把它扔外边啊？哎呀，你看我怎么给忘了，外边两条赖皮狗了。广顺，让你们家狗别叫了，我老婆明天一早上上班呢。怎么样，能换50平米吗？啊，你笑就笑嘛，流什么眼泪呀？喝两盅，喝两盅。
我看您这个还是去五金店试试吧。我们这可能是神器，您看您这肉眼凡胎的，要不咱上仪器测测？别的东西用得着，您这个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我们家这东西可是个罕见物，你不懂，找你们老板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别嚷嚷，别嚷嚷，爸，爸，100块，卖是不卖？开什么玩笑！你连仪器都没上呢，你张嘴就来啊你！我就是仪器。你们单位建钢的人缘混得真不怎么样，你说他那同学吧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他。你再看那老东西那吃相。你别提别人，你不是要捡漏了吗？哎，贪不识货，咱总能找着一识货的吧？带钱了吗？干嘛呀？给我。你要钱干嘛？买被子。买不起房，我总要买被子吧？哎，那玩意儿那么贵，你买它干嘛呀？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！我说你是没长脑子呀，是没长眼睛啊？我赶紧招呼您了吗？再说了，您不是说那不是古董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告诉你小子，这仪器测不出来的不一定不是古董，不是古董那也不一定不值钱。嘿，瞧您这话说的，那不是古董不值什么钱。万一他要是个外星古董呢？哎哎哎，祖宗祖宗祖宗，来，都给你了啊！包鞋里就有骨头，还不值钱。哎呦，这追的我呀！三哥，是啊，是得喝点啊。哎呀，我不是正糟心我那首付呢吗？我这再不交钱，我那房就没了。没吵那么凶。你看我搭理他吗？成，不见不散。不过我得先琢磨琢磨怎么把这赖皮狗给他弄开。告诉你啊，大牛，你要是再叫，我就把你卖了。
卖给韩国人，听没有？嗯，这就乖了啊，这才是好孩子。哎，不听话是吧？谁知道他能着火呀？谁知道？医院的人都盯着我呢，恨不得赶我走。那时候你在哪儿呢？亏了人家广顺他们家这大牛了，他发现的早，比你家救火班都没去上，救的谁给吴国飞？要再出了事儿啊，你就别在这儿住了。算了算了，不就一床被子吗？看看人家广顺他们家这被子都成了什么样了，都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只要人没事儿。床配子算什么呀，是吧？你给他就给他了，他不就想贪小便宜吗？那你就给他贪。哎，你这就贱卖了，就。哎，黄顺啊，他给你，你就拿着，拿着。亲呐，别难过了啊。哎，明儿咱买个商场里最贵的被子，好吗？一个教训，以后咱们每家什么电磁炉啊、电饭锅呀、啊，反正是有明火的这东西，都别用。还有那个，孟主任非说是轮子着火了，家里也没人，他不通电也不通煤气儿，怎么就着火了呢？以后告诉你们家那个老爷们儿，那叫侯木。啊，甭管谁吧，反正就他们家老爷们儿啊，什么易爆易燃。什么那个招灾惹祸的东西少捡。哎，现在捡垃圾的都发了。明天我就把那破玩意儿当废铜烂铁卖了，啊？嗯。另外啊，我一定给你买新被子，行吗？要蚕丝被。行。哎呦，我要弄吐司就好喽，还能省钱。我看你还是吐象牙吧。
猪，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了呢？赶紧给我腾个地儿，我好往上放。哎，听说你老公捡了一外星古董。我没老公。啊？你俩真离了，总算让我盼到这一天了。这个男人呀，有钱啊就变坏。我没钱，要不跟我得了。滚！你怎么炸了干嘛呀？你炸了干嘛呀？你炸了干嘛呀？别叫了！别叫了！别叫了！你叫什么叫啊？你消停会儿不行啊？哼，我是房东，我爱怎么敲我怎么敲，我就是把房子拆了你也管不着。王顺，我这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我。我敲你！来劲了吧你？来劲了吧你？人家住的哪点对你不好？你这么对人家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震死你！我震死你！我震死你！我震死告诉你啊，广顺，我不出仨月，我肯定把你这小院给你买了，让你光屁股满街跑。大哥，我有一创意，全年的安全奖都让你给弄没了。拿什么给你交手术费？这也算工伤吧？这是人为事故，你不清楚吗？能不能发动大家集个资呢？为谁？一个临时工，这就算入股了啊！你可不能反悔。你不是让我去五金店吗？哪儿敢呢？您肯定是记错了。哎，嫂子呢？嫂子，哎，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不是着急买那小院吗？咱好好炒作一把，搞他一个外星古董展，我保证让他冲出世界，走向亚洲。就那破院，咱门票就够了。
我就想买广顺小院。我八，你二。你二。我二。小金呢？您看，咱不是合作吗？嗯。你先吵啊！你吵什么？说。哎，不是，我，嘿。撒酒疯儿，我替你把他给赶出去。帮我。啊。柱子，侯木呢？虽然是个好人，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个窝囊废。那你也不能把他赶出去啊。那谁让他欺负你的？他欺负你，我就欺负他。要不然你希望我们家大牛来欺负他？怪累的，红的，啊！哎，三哥，怎么了？你哭吗？这委屈了？哎，别哭别哭，有事慢慢说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？你知道九星连珠意味着什么？如果那个时候不走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可是受伤的人怎么办呢？地球人会死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出任何问题。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不出现问题。我能有什么问题？你忘了我们来这里的任务，你需要服从。看一眼就行了，摸一下一百，摸几下一个月工资都没了。这个是手，摸一下，用转运以后啊，赶上这赚钱。哎，干嘛呢？别加分啊！我来的时候就在你前面排队了。我们三点多就排队了吧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开始？所以你到底有没有东西啊？你坐店也敢行骗啊你？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还睡呢，醒醒！你醒醒，醒醒，哎，醒醒！你还有脸睡着呢？这是出事了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大事儿！他回家了？没有。那他去哪儿了？反正不在班上。马上就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大家别吵了，我求求你，大哥。哎呦喂，我的祖宗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东西呢？你嫂子来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把宝贝给我，你看这么多人等着呢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大家等一等啊，等一等，马上就好啊！哎，等一等，大家别着急啊！哎呦，哎，宝贝在这儿啊，来，要想参观的里面请，别摸，摸一下一百啊，看一下五十。哎，
么样了啊？去交钱。嗨，我说这医院就是看病的时候慢着呢，一到交钱快着呢，比电脑还快。哼，反正钱交完了，房子的首付就没了。还差多少？46床六件钢啊。嗯。2万。怎么这么多啊？他这开胸手术。交吗？那我先不交了。我请啊，我请。行了吧你，就你那点首付，还不够建刚那个医药费呢，你请什么呀？外边点菜啊？怎么了？您这不是酒吧？啊，我说走嘴了，我们这是兰州拉面馆改造的。哎，二位喝点什么？百利甜，你也百利甜吗？行，什么都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没有百利甜。要不我给您来瓶百家老根儿。烧酒也好，反正我特别烦。来盘沙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，二位美女，您说我们这儿的厨子都已经回香港了，要不我给您弄盆配黄瓜行吗？哎，我说，您这是酒吧吗？我这是酒吧，但是我们老板忒土了，没有办法，连我这儿都想离开了，你知道？咱们也，赵赵，我哪儿都想去。有炸酱面吗？有。是还有猪耳朵吧？有，都有。稍等啊。我怎么就那么倒霉？房子没了，被子没了，他还想拿轮子扎死我。你说的那什么外星古董吧，外面都传神了，那不是做梦？做梦也是凶器。他扎你了吗？没有，明明不是古董。他偏说是古董，害得我在古董一条街丢人现眼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男人啊，他就这样，他要喜欢什么，
这女人呢就必须喜欢什么，就是丢人现眼的事儿她也得喜欢。哎，我问你，这男人好心眼和钱你选什么？别说这个了，他本来是一个好人，全怪那个外星古董。有了外星古董，他就变成坏男人了？也没有。神经病吧你不是。还不回来呀？这洗手间上。物种的大洪水中，你是种族里唯一一个没有赶上飞船的孩子。飞船？是的，洪水时你受了伤，一直处于昏厥状态，我们也无法定位。现在好了，跟我们走吧。说得好听，你先告诉我，这是镜子还是窗户？是不是酒吧老板跟我开玩笑啊？不是。我不信。那你告诉我，和侯母鬼混的那个女人为什么身上有绿道道？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？你不属于他的种族，难道你愿意永远留在这里，只为了区区几十年的感情？可是我答应侯母要给他一个家呀。你的家不在这里。在这里啊。嗯，你说我吗？我刚才看见镜子里有个人。没人就不对了。可他不是你。你刚才使劲拧的门把手干嘛呀？锁坏了。谢谢你帮我出来。Hello?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呢？那不是那么多座的吗？我是一个人了，阴盛阳衰了。哎，我那边那么多空位子，你不坐，非挤这儿。用你们北京话讲，挤挤暖和了。先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再谈事情，你可不可以自己到我边啊？哦，我靠，这俩娘们真三俗哎！哎，你还别说，刚那人像个有钱的，咱们一试试。
赵正，说什么呢？算我没说，开玩笑。不是他吧？喂。啊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健康急救。哎，这样，你赶快去医院，我去取钱，这事儿我帮你，我一会儿就到。甭废话，快走吧。我已经让他留日了，为什么你还要逼他？没有时间了，只有让他的工作、生活、金钱全部崩溃，他才能跟我们走。可是感情呢？这也是我认为最可怕的东西。可同时你也激怒了何木，如果他进入时空隧道来阻止我们起飞怎么办？就凭他？你太不了解地球人感情的力量。不是我不了解，只是我不相信。哎，慢，哎，我说哎，你那个外星古董。你带我见识见识，啊？嗯。那你得去古董店，那破轮子在他们那儿呢。这就对了，赚点钱，别像人珠子你这么受罪，一天到晚在这儿。只要珠子一回来，我再也不让他跟我受委屈了。你知道，你跟珠子之间问题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好像是，从那天那小矮子把那破轮子落我车上开始，就没完没了稀奇古怪的事儿。第二天我们家着火，你知道吗？哪个小矮子？就那天你给我包子吃，我没吃。你刚走，一小矮子过来坐我车，没印象。就我撞车那天，你哪撞车了？你做梦吗你？说到梦，自从捡着那破轮子，是没完没了的噩梦。这么多事儿，那玩意儿你还不把它扔就完了？首付。说的也是，这样，你明天带我看看那东西。确实挺大，还加老根儿。护士，他怎么样了？刚抢救过来，手术费交了吗？马上，马上。护士，
这里不是我的家。我们会有一个家的。我说的不是你。太迟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该捡那个轮子。珠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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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珠子。珠子，珠子，珠子！哟，这么早的，明明呢？你别啊！我哥们想见识见识。没问题，不买门票吧？瞧您说的，您是他哥们儿，给您一八折。八折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八折，八折多少？啊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的宝贝呢？哎，哟，我宝贝呢？这你也能丢？哎呦，不在呀，在呀，哪去了？在我哪儿了？你说你这？哎呦，哎呦，找找找，别着急。哎呦，宝贝呢？哪去了？哪去了？哎，兄弟。你们家不有探头吗？喂，查监控，查监控，监控在哪儿？对对对对对对，监控，监控，监控。哎呦，弄上了。哎呦，这不对呀、啊！昨天晚上我七点多钟走的时候还在呢，怎么就没了呢？来，这都那么点瞧呢，能看清楚吗？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摄像头对着他呢。来，弄看。啊，这行，这清楚点，不在这儿吗？啊。哎呀，这不对呀、啊，没有人呢、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重放一下看看。这，三哥，我看这玩意儿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珠子也没了，轮子也没了。哎，你不说这两天你不总做稀奇古怪的梦吗？咱试试在这梦里找线索，可行吗？哎呦，我的宝贝啊！
事了。从轮子开始，你的梦可能就是线索。哟，珠子跟两家人一起不见了。啊，这不像是一般的失踪。猎户座，猎户座，轮子是飞碟的部件。小矮子去过古董店。矮人要带珠子走，珠子为什么支支吾吾的？锁坏了。他是外星人。那些梦里都有一个数字，从捡到轮子那天开始，一个数比一个数小。如果再做梦的话，应该是一。倒计时。那你们说？那是不是珠子要离开的时候啊？应该是九星连珠那天。啊！我想起一件事儿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叫卧龙岗，明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。据当时记载说啊，是天上一条龙摔下来引起的，但实际上现在的天文学家分析，那是一次飞碟坠毁引起的。啊，有关这次地震有很多古书都有记载啊。哎，你说了半天，你到底想说明些什么的？你看这些点呢？做吗？你说什么？飞碟坠毁？珠子！如果珠子真是外星人的话，我不会拦着他走。但是我要见他最后一面。我大概猜出珠子什么时候走了。这个地方好像以前来过。啊？来过？拍电影的吧？看，不一定是拍电影。会吧？哎，追进来！
子真好看呀！哎哎，大姐，我不认识你。哎呀，小姐是这样的，你的身材长得太好了，跟我一个亲戚啊特别像，我想给他做身衣裳，他又不在，你就帮个忙跟他量一下呗啊！来来来，不是，我真不认识你。哎呀，就你这点小伎俩，你骗谁呀？哎，我说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骗他了啊？别管他，不用理他。紧张嘛，看你的包啊。抓小偷，别叫。不知道哪门子来路，怎么我的招数他都知道，看他眼熟。我看到一男一女，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哎。住店。他怎么没提房钱的事儿？账总是要算的。没事儿，咱什么事儿没见过。还有一样。天启年制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为什么追咱们呀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说不清。客官，怎么办啊？在这等我。他们要抓的是我，在这等我。客官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既来之则安之吧。到地方。
子，真的要走吗？四百年前，飞船着陆时，就是在这里发生了故障。我是他们的同类。咱再也不用盼着广顺不在家了。侯母，我们不一样啊，侯母。我们在一起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我多希望我能和你一样，会老，会死，可我不能啊。珠子，让我再看你一眼吧。我不能，我怕我舍不得。跟着我，你受委屈了。被子我已经自己做主买了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。小姐，外人有空吗？
哎，侯木，你说这电视台可真能忽悠人。这一古代人熏茅房插香用的那玩意儿，能值那么多钱？废话，你说值多少钱呢？啊，这楼房也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兄弟，你得请客。行 ，OK， 忙吧。哎，朱子，想起事儿来，你说咱家那马桶是买意大利的还是买国产的呀？这事儿你也问我啊？那你说我问谁呀？我每天晚上干活干到12点，第二天还得接货。天天累得跟孙子似的，你觉得我闲着没事儿是吧？整天问这问那的，什么事儿都问我，我还有功夫打扮我自己吗？你烦不烦啊你？怎么卖的？头发，25斤。你要什么鱼竿啊？带鱼多少钱一斤？7.5块一斤。不来两条带鱼。建刚。啊？你怎么这种眼神看我？哦，没什么，伤好了吗？什么伤？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哦，没什么。来点什么呀，建刚？来两条带鱼。侯木，两条带鱼。啊，得嘞。你那袋不结实，拿这给我包上。抻什么抻？他买东西你还抻啊？你同事是吧？那肯定是不能要钱呐，好吧。